来，别想，别想，别想，谁家辣条酱？Nice. 自从上次给爸妈进货了超大零食回家，爸妈说里面全是小包装的，居然说我是傻子。等着，这次我给你们带回来的绝对是巨型零食，不玩套娃游戏了。我又来到了超大零食店。妈呀，这比我上次那个很多余还要大，这给我当团子合适。再来挑一个被子。晚安，马卡巴。这行里有比我还棒，所以我做梦。这么大一包的臭豆腐，这么大一包的霸王锅，这样组合我能睡上三天三夜，这烤肠都能做九节鞭了，还有和我手臂一样长的大香肠，还有这比脸还大的棒棒糖，隔壁小孩都做的羡慕哭呀，我平时吃的小熊软糖呀 Plus 版的小熊软糖，还有这么大一桶的旺仔牛奶，这奥利奥不仅能吃还能给我锻炼身体，看着能吃能用的多省事啊，让我给他通通扛走。勇敢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呀，你在吃什么呢？来，给你加根肠。这肠子配套还是名字配套？来吧，来一个锅。什么意思？你要你干嘛干嘛？哇！顿时把隔壁邻居狠狠惊呆了。来吧，你这边吃小孩吃的辣条，还是大人吃的。好听吗？好听，有什么能做？它不只能吃，还能当被子盖。哦。我这一点头都没有那个找到，你这个丢给我该翻牙缝了。好妈妈，还有超级旺仔牛奶，这两个人都喝不完。来来来，还有这个超级无敌普纳仿真棒棒棒糖，这不能把隔壁小孩羡慕哭呀。我也想吃棒棒糖。那个是大人吃的，这个才是小孩吃的。看没骗你们吧，这次进的都是大零食。行行行，那以后到各地留个领据证了。那个直接。啊。